为了遍布在全球的韩国宣教士和麦子们的属灵造就，于2005年创立的 CGNTV 是韩国第一家基督教电视台，没有广告，单单凭靠奉献来经营的纯福音电视台。为了将福音传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透过卫星电视，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六种语言，365天，24小时播出，由韩国及海外六间分社所制作的基督信仰节目，不间断地传扬神的爱和福音。전세계이중국인들이다흩어져있는데그들이있는곳마다이하나님의사랑의얘기가전달될수있는하나님의꿈의이야기가러브소나타입니다放眼全球华人福音化的广大渔场，2008年在台北小巨蛋举行《爱的恋歌》演唱会之后，筹备多时的 CGNTV 中文台在台湾正式成立。众多的节目中，除了各国主日崇拜讲到的中文翻译节目，也以中文制作信仰造就的神学讲座，带领许多基督徒晨祷时光的活泼的生命，陪伴孩童成长，建立良好品格的圣经乐园，天天都有上帝话语同在的戏剧圣经365，以及涵盖家庭、青少年和信仰文化等各类型的节目。因应媒体形态的改变和突破环境的限制，2023年以 CGN 中文台这个新的名称进入宣教的新视野，连接亚洲欧美地区的教会与宣教士，成为华人福音节目的制作中心。此外，更是贴近使用上的需求，提供灵活应用的环境，成为与华人教会同工同行的宣教媒体。进入网络媒体世代的 CGN 中文台，已迈向一条新的宣教之路，遍地都将听闻天国的福音。宣教媒体的 CGN 中文台，是致力于华人福音化的全球事工，为了每一个人无处不在，这是我们持续向前的动力。从宣教士的信仰造就电视台换上宣教媒体的新面貌，怀抱放胆传讲的新意向，不断挑战，勇往直前。